那阵子就是很流行，会有人打到你家哭，对，就说妈妈，我被打，我被打了。他为什么都会相信？因为每个人哭起来声音都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妈妈就有人会这样子。刚刚是张宇的哭声吧？月亮的光。张宇哭声。话，然后就是个女生在哭，就说妈妈，我被绑架了。然后我妈就觉得哎、欸、怪怪的，然后她说那个女生声音超级像我，然后她就说我被打了，然后就听到那个啪，对，在打我的声音这样子，然后她就叫得很凄厉这样。我妈就挂完之后，她就想说她先打电话给我，嗯，但我因为那时候在补习班，我的补习班在地下室，收不到，所以是一直转接语音信箱。然后打那就很像，对，她就说你现在去汇款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网络转账，就是真的很久以前，嗯，她就走出去，那个人还跟我妈说，你把你电话留给我，我要跟你保持通话。然后她就开始走，要走去邮局汇款，然后我那个人还问我说。那个人还问我妈说：“你到了没？”我妈还说：“等一下，等红绿灯啊。”然后他还跟我妈说：“你在闯红灯。”就很凶这样。然后后来呢？因为刚好邮局在警察局的隔壁，然后我妈就想说：“啊，那就先去警察局跟警察讲这个状况。”然后她就走进去警察局，然后就很紧张，跟她说：“我女儿被绑架，我现在要去汇款什么什么。”然后那警察就非常老神在在，就跟她说：“哈，你被骗了啊，这样子。”警察这么调皮，对，真的吗？你被骗了，他就在回拨给我妈的时候，我妈就说你是不是诈骗集团？然后就说我不要什么被你骗，而且那个人他才要五万而已，超少的。然后后来他就骂我妈脏话，然后重点是恼羞成怒，对。然后我一补完习，我一上去以后，我的手机哐哐响，60几通未接。哇！然后就是我爸跟我姐就狂传讯息说什么你赶快回电，妈妈说你被绑架。然后我就一头雾水，然后才发现啊，原来我妈被骗。现在都可以声纹都可以抠笔。有一天我朋友他是突然接到妈妈的来电，而且来电电话好像也是显示是他妈妈的来电，然后他也是口吻就跟妈妈一模一样，就妹妹啊，你先转那5万块给我，妈妈现在急用。然后那个账户就我懒得去理。你现在就是5万块给我这样，然后口气跟声音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哇！他就说你很急吗？我下班再给你啦。他就说我很急，我现在就要，你现在马上转给我，你现在用你的网络转账马上转给我。说我不能下班再给你吗？他说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一定要。然后大家觉得他妈很烦，想说好，那等一下开完会再处理。那好险他开完会就也忘了，然后就回到家，回到家就问他妈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急用钱？你有什么事情需要用钱？然后妈妈就一头雾水，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用钱。他说有啊，你下午不是打来说你要汇5万块？他说没有啊，我没有打给你啊。他说有啊，你有来电。然后他就发现那个电话根本不是他妈妈打出去的，但是来电显示却是真的是当下他判断是妈妈，然后声音也是。然后想说为什么他妈妈是一个平凡人，他声音从哪里copy的？然后他就问他妈妈说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奇怪电话？然后妈妈就说当天下午确实是有接到一通打来，也没有任何推销，他就是闲聊。他就问说啊，那你是做什么？他一开始可能以为是电话推销，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了差不多10分钟，差不多也收集完了。也能讲十分钟？对，就是可能一直问他，有点寂寞吧，在家问一下投资。很多灾难就是从搞位开始。妈也会相信这种哦，真的奇怪，真的。而且谁敢绑架你啊？没有，那是我爸那很有名的，在破车厢是。他们的手法不是说小孩被绑架了，他就打来哦，对，喂，然后我妈也喂，那你喂一下，我想买靓仔，我妈讲，你下人，我哪知下人，你又看卖啊，哎呀，我妈说你敢没下头，哎呀，啦，头啦，三班啦，你怎么给听出来哟，啊头啦。无啦，我讲吼，即摆有一个回啊吼，哎，做蛋的，我讲吼，哎，回头啊，那把扯一堆，对，哎，啊，反正总之就是要我妈去汇50万这样子。50万，你妈很有钱哎。哇，他们可能有调查过我妈妈的儿子的背景。哎，我妈妈平常精明诚信哦，还会这样子被洗脑到相信哦，摩托车就骑出去哦，还是我们邻居打电话给我找不到我人，因为我在工作，紧急打给我哥，那我哥哥紧急联络他高中的一个同学，也是一个警官，拜托他，事情大了，帮我弄一下，所以我要感谢我们人民公仆啦，我们的警察朋友真的是有够温暖的，水上香不大，你知道吗？警网封锁主要干道，你知道吗？
就被警察包围了，对，就被限缩在包围圈里面，然后冲在后面朋友怎么办？然后警察把我妈妈铐起来，不给拿去回。想尽办法阻止妈妈被骗。他也是心有余悸，哎，那会突然哦，好像跟退咖赶快哦，他就对，我头在痛了。对，你跳多半就准备回去，我敢问，我哪跳多半？